些年，武术一直是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。一方面，传统武术因为影视传媒的过度包装，在国人的心里有了非常高的地位，难以接受不堪的事实。另一方面，因为徐晓东的打假行为，人们对于传武质疑的呼声越来越高。两种声音的争辩导致很多名人成为了焦点，比如武林风的易容，又或者影视剧中的动作明星成龙、李连杰、甄子丹等等，到底这些人的实力怎么样呢？下面我们就跟随职业拳手了解下。近日，网络上有着独眼拳王称号的梁玉威越来越炙手可热，在经历了几场比赛后，网友的呼声越来越高，甚至有人觉得他的实力应该称为独眼龙王。这样的称号显然是把他跟武道家李小龙摆在了同一地位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且听小编娓娓道来。梁玉威，中国现役散打搏击运动员，和其他运动员不同，他本人不是专职的运动员，只是因为爱好搏击走上了这条路。33岁，他才开始学习泰拳，2012年正式参加职业赛事。在复出赛中，因为对手犯规动作，左眼失明，但是因为热爱搏击事业，所以依然坚持这条路。之后的几年里，他共参加17场比赛，17场全部连胜，无一败绩，甚至击败2名外国高手。我们都知道，运动员的巅峰时光并不算长，一旦过了30岁，体能自然而然的会下降很多。但是梁玉威硬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获得17场连胜，这份成绩是多么的不容易。也是因为这份不容易，网友们力挺梁玉威，给他以龙哥的称号。梁玉威的技术全面，特别是在腿法方面有自己独到的技击实力，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同是搏击界的成名人物，人们自然好奇他眼中的武僧易龙实力如何。在一次电视节目中，耿直的梁玉说了实话，易龙是一名实力不错的业余选手，他有很高的商业包装。这话够明白了，业余和包装是重点，大家可以画下来。而谈到动作明星李连杰、成龙、甄子丹三位的实战水平，梁玉威表示三位里面甄子丹的实力可能好点。而当被问到和自己比较如何呢，梁玉威表示甄子丹不可能胜过自己，甚至可以自费20万与甄子丹切磋下。至于原因，梁玉威解释说，首先竞技格斗讲究体能分配和力量的均匀以及速度，这些和传统武术和电影的表演是不一样的，有很大的优势。其次，甄子丹的肌肉是块状肌肉，速度不够快，也不够灵活。最后，搏击讲究步伐和攻击距离感，自己的实战经验比甄子丹丰富，